你们好吗？好。今天是我跟孙老师在一起演出，我们俩有日子没在一起演出了啊。有半年多。孙老师，您说实话啊。对，笑。这个剧场是不是第一次来？真是第一次来。第一次来。打这剧场搬迁到这儿没来过。没来过。嗯，第一回来。你看那个门，我听说了，那门假的，那是张九南专用，对吧？那个手机长那个是吧？就是他，我都看了视频有。是的，那我没想到有坐门里坐门外的，还有这个是金门。上一次我演啊，是跟阿炳在这儿演的。炳炳，对，跟炳炳，武洪湖，我捧哏，我没有想到。这边还有观众啊！怪异。上次我就在这说，等我下次在这演出的时候，我还是逗哏，观众完全看不到我，看的是苏芮的屁股啊！怎么那么高呢？你屁股在这儿啊！屁股讲话。感谢大家啊！这个今天是德云一队在三里屯演出，对，我们俩在这儿跟大家凑合凑合啊，因为我们俩已经很久没有。在这个小剧场演出了，也很久没有对接纳我们俩了。对了，今天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发现满坑满谷的观众全都坐满了，对我们来说特别的开心，是特别的激动，有日子没看见观众了啊！是，这个以前啊，就是很多年前演出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观众，哦，还少 啊，有十来个观众，十来个观众，那会儿零几年，零四年十来个观众，有的朋友说十来个观众，你们演不演？别的演。得演啊，少点长。观众买票来的，满心欢喜看我们来，我们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。是，哎，有的朋友说，那五个人演不演啊？五个人演不演？也得演，也演。满坑那都是看我们来的啊、嗯，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。好呀、啊。有朋友说，俩观众演不演啊？俩演不演？演，也演。俩观众也得演。哦。满心欢喜看我们来，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。是是。那一个观众演不演啊？也得演呀、啊。不演了。一个不演的凭什么呀？没法演啊！怎么没法演呢？咱们俩走上台，发现台底下就一观众。啊，呵，好，人家买票了，咱也得好好演。演呀、啊！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？一个观众能要求什么呀？观众说：“二位，先别演了，嗯，咱仨斗地主吧。”要斗是不斗？你说斗是不斗？不能斗。斗。为什么？万一输了。真的不挣钱，那会儿本身就不挣钱。对，万一我们仨斗地主啊，再输人家了，那观众拿两万四万，啪啪给我们炸了。那太黑了。你说给人家不给人家，对不对？给这是合理的要求。哦，还有不合理的？那当然了，万一观众说了，二位先别说了，我上个厕所。厕所？哎，人家上厕所，咱俩怎么办？等着。三弟上厕所，咱要不等着呢？咱们回来。观众说：“我先上厕所。”观众站起来，啪一个暂停，咱俩玩儿又暂停，好比是暂停吗？啊，这就让他停住，等人家上厕所回来，咱继续说也没关系，不碍事儿。万一人家又说了，啊，二位我想上个厕所，这个我，但我不想打乱这个节目的节奏。那什么意思？二位能跟着我去吗？观众就是上帝呀、啊。那我没上不厕所呀、啊、我是咱俩得跟着去啊，跟着去嗯，观众上厕所，人在里头不管是拉屎撒尿别说了、啊、咱俩在厕所外头都在那说啊，万一掉进去怎么办啊？这谁受谁去够去里头了，得去你去捞。我凭什么我去啊？你掉不下去呀、啊！我卡着什么意思的是吗？行了，这是玩笑啊，玩笑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多观众多了，是观众喜欢听我们德云社的相声，而且我们说的大多呢都是传统的相声，居多。今天我们俩给大家说一段新相声。好。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好，有新作品了。是因为剧场冷不够热情啊，还是我们两个让大家啊忙不过来啊？再来一遍。
该笑得笑啊！各位，我接下来要演的这个作品第一次演啊。好。不要抱什么希望，要不然我临时换节目，我唱俩五环之歌我就下去了。不是一句，还记得多少？先啊。等会儿还有翻场呢，还憋着翻场呢。您前面的节目先说好了再说了，要不要脸呢？我前面灰溜溜下去还憋着翻场啊？说不好不让翻场了，多新鲜的，有脸翻场吗？那个，我无所谓啊。我这是没准备啊。对呀，您的脸挂不住啊。多新鲜，你好。老演员了，不至于吧？那也不行，这不是出了一次就回去了。我也不来三团，对呀，出了一次弯回去了。对对对，行，好好好好说啊，争取把这包袱呢给大家说响了。还有包袱呢。说相声说相，你当然得有包袱了，对不对？该鼓掌鼓掌，各位，别乱打鼓。因为这个作品不知道好笑不好笑，好笑，好笑，那就演了啊！啊、嗯，他们憋着笑话呢。之前呀，很多相声，他没到包袱呢，他就没到包袱呢。我一会儿我让你笑，你就笑，好不好？听话啊！虽然你看的是孙老师的屁股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你还有酸的时候呢，好屁股软了。哎呀，你小裤腰带掉了，瘦了，瘦了，就是瘦了啊！做完手术。好，正式说了啊，之前说相声啊，很多节目内容呢，都说孙老师他们家的事儿，包括孙老师，孙老师他的父亲吧，这吧那吧，包括我师傅在台经常说于老师他们家，对，于老师把于老师他们家的祖宗十八代说的死光了都快，对呀。不说现在死光了，咱不难呀，咱不难呀，不难呀。哎，我说一回我们家的事儿。哦，哎，我跟我父亲的事儿。这句话，我太早了，太早了啊！这太早了。我父亲呢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啊啊！哦，真的。文化人。当然了，我们北京人啊，从小就生长在北京啊。是新作品，瞎话吗？这不，瞎话，新作品不能有瞎话吗？都是瞎话。实事求是，你是北京人吗？北京人呐，大脚的胡同啊。啥？啊？大脚胡同哪儿啊？啊？大脚胡同哪儿啊？啊？北京哪区？河南八方哪方？河南黄啊，河南区不重要，还是几号？居委会不重要，管你说说，你要死啊！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？习惯，您这不能张嘴就说呀，谁都知道你籍贯是哪儿啊？河南，河南，我从小生长在河南，四高乡是吧？对对，你跟我，你跟我，你爸爸去过。我们村的钱你都挣疯了。生长在河南，我父亲呢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有文化的河南人。对呀、啊，打小就跟我说，嗯，孩儿孩儿，你这口音就不对劲，不许拦着你自己的路线了。我有几句话想说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，当说。我一说，老北京回来。感觉我爹来了。当说不当说？你说。你现在还小，等你长大以后啊，嗯，你就出去看看那外面的花花世界，知道吧？老头还是知道的。啊，你就出去看看呢。对你看看这个新加坡，嗯，有多新？有多新？城市好。你看看旧金山，嗯，有多旧？你看看俄罗斯的俄，看看马尔代夫的马，你都出去看看呢。是是是，不能窝在这个农村。我父亲一辈子
都是在农村，啊，就没走出这村儿，哎，没有出去过，嗯，在我们村里啊找了一个工作，干嘛呀？看坟。我这纳了闷儿呢，活人的活不干，怎么接死人活呢？看坟怎么了？就这么大一村，你有多少坟能看着？嘿，哪村都死人呢？这村光死人不繁殖，你看。村啊，很多坟地，我父亲负责给人看坟。嗯，他就发现一个问题，是很多人上坟的时候啊，嗯，嘴里老念叨，啊，有这样的，对吧？对，老跟坟里的人说，其实这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份精神寄托，哀思嘛。哎，希望那边人听见。嗯，但是我父亲呢，从中找到了商机。什么意思啊？找到了商机，找着挣钱的机会。哎，对了，他的意思呢是能传递，活人的话传递到那边，那边也能传递到这边。说你爸爸就中间商了，中间怎么弄这么一活儿？差价不赚差价，没法赚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哎，就在我们村里成立一个唱诗班，对，知道吗？你这唱诗，我就纳闷了，就你爸这文化还唱诗班呢？那圣经那玩意儿他念得懂吗？啊？说圣经，谁说圣经？那外国那个就穿的是那样的吗？啊，在这唱的吗？唱诗班。对着尸体唱歌吗？怎么了，孙儿？我的包袱你不理解了吗？我没想到死人的那个诗是吗？对呀，啊，哦，唱诗班，唱诗班，哦，意思是他能把话传递到那边，那边的话也能传递到这边。你爸就灵媒了，这就是。嗨，其实就是让人家高兴，就是封建迷信，就是一份精神寄托，就是骗人钱。姑娘，你的笑声不要这么爽朗。就这样的工作也能开张，这叫工作。哎，也能开张。哎呀，我们村还真死了一位。是你们村死了？你们村死了？有这么老两口啊，死了呀，是这老头。哦，老头没了。哎，对了，老太太有一些话还没有说清楚，没有说完，老伴儿，老头就去世了。上岁数人也迷信。他听说呀，我父亲有这么一个工作。哦，唱诗班的。对，唱诗班，他就把我父亲叫过去了。请你父亲过去。我父亲就去了。是。到那瞧，人已经挺好了。啊，这老头儿得开两口。哎，这个头说拜，脚送礼。啊，对对。嗯，拜了。头送礼，脚送外。啊，头送礼，脚送外。这个白布盖好了。是是是，已经挺好了。我父亲就走过去。干嘛？老太太，你们把香标带了没有啊？还问问家属意见。香标带了没有？是。有啊。有啊。我先叫他慢点走。这还怎么慢呀？我先叫他等等我。哎，是停在这儿呢。透着有一些心酸。老头先走了。是是是。让他等等他。一辈子正常吗？一辈子。老太太，别管了。嗯。别管了，求来。听你的。哎，我父亲往这一跪。对着尸体唱，你怎么给人跪下了？他得唱嘛，他有个形式嘛。哦，好家伙，这钱不好挣。还念经呢，怎么给人唱啊？这话儿传，这就死歌。别拍，我跟不上。挺动了没有？哎，挺动了没有？口音你就变回来了。这是啥？你知道吧？嗯，这是耸别。哦，耸别。隶书痛的耸别。哎呦呵。唱听外孤岛边。嗯。芳草比炼田。欢逢富流地上菜，夕阳赏晚霞。田直压，地直绝，直绝。哈哈哈！直绝挺板栗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一户浊酒锦衣环，锦衣小别猛汉。是是是。
这是啥？送别，是，意思是你送送他的意思啊，送送，知道吧？我表达的清楚不清楚？是，唱的挺清楚，舒服不舒服？舒服，嗯，听着怪舒服啊。你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说吧。还有话说？我想跟他一块走啊。哎，好家伙，也透着一点心酸，老两口相依为命一辈子了，活一辈子了，对不对？我想跟他一块走，嗯，走，你管他，干嘛？你爸爸往这一过去唱上了。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把你难过转身就走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老太太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是，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。想不起来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这不就骗钱了吗？表达的清楚不清楚？舒服不舒服？舒服。刺激不刺激？刺激。嗯，听着还怪舒服了。老太太太好糊弄了。那老头有啥想表达的没有啊？他有啥话想跟我说没有啊？啊，想问问那边。走，别管他。哦，那边也能聊。哦，好家伙，可以可以。嗯。老婆听我说，这都唱歌了，对，在唱歌。老婆听我说，老婆听我说，老婆听我说，这句是早上的。冬也不能冬，也要看着你。我说的，这个秘密是真的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。老师要带他走，听完一点也不害怕，对不 对, 对，甚至有一些温馨，对不对？老太太，你怎么解释都没用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嗯，他说啥？他动也不能动，他躺在那儿能动啊？也要看着你，死不瞑目，知道肯定你是真的，嗯，知道他不能呼吸，死了呼吸，让你们形影不离。这老太太听完其实很开心啊，对，就是一个哀，很高兴，对，就是寄托嘛，是骗一个是一个，哎。老太太掏钱，父亲回家了。三首歌，太太掏钱，那不是老头掏钱吗？不，但是成功了呀，对，挣了钱了，这活就成了呀。是是是，无巧不成书，怎么呢？转过天来啊，我们村又死一个。你说这死人还挺规矩，哎，一天一个，也是老两口，还是老头去世了。哦，就单死这一边。哎，死这边啊！这话想太拿老头了。这老太太把我父亲请过去了。哦，你爸挺抢手啊！我父亲到人家一瞧，嘿，怎么了？昨天那个老太太也在呢。那肯定人家老太太给你介绍的呗。介绍的呀，拉的活儿。老嫂子，老嫂子，看看他来了。啊，他来了，对吧？他一会儿就给你唱上了。是，唱的可好听。唱的可带劲，你等着吧，等着吧。这像昨天死个老头的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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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跟我昨天说了一样，哎，慢点走，来吧，对吧？来吧，哟，有河南人啊，对对对，来吧，对吧？来，我父亲往那一跪，张嘴唱，基本上跪，死个，就死一个，你不要老翻译好不好？我听的是这个，就死个。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，好低啊！天涯地知角，知角我一壶浊酒尽余欢。今宵别梦寒。
大哥上辈儿不知道正常人。老嫂子，嗯，老嫂子你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他唱的是啥？他唱是啥？松饼。绿树丛的松饼。哎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，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足。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你看，带劲带劲，这就是松饼。舒服不舒服？你有啥想表达的？还是这一套。我扶你走过来，老太太，我唱完了，这是松饼。嗯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还有什么呀？嗯，我想跟你一块走。咋样？老太太怎么都这样啊？咋样？我也是想，我也想跟他一块走啊！俺老头你想跟他一块走，能吗？啊，我不是那意思。那一天我也想跟俺老头一块走啊！今天你跟你恁老头一块走啊！走，别管了。大哥，老头听我说。老头听我说。能不能让我换歌了？啊，没换。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多顺，多顺，已经熟了，已经熟了。熟多啊，那 你还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还有什么呀？我想问俺老头有啥想说的没有？你还都遗憾，中，别管了。没事儿，两人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咱们说死一样啊！那嫂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啊，他这不用解释了，这老解释他干嘛？你们形影不离，看你老头多骚，看你老头多骚。你别胡说八道，都不是，咱们顶多臭了，都不是。这工作成了，啊，这干两天就熟了，哎，熟了，哎呵，钱也挣到手了，是，怎么那么巧？又死一个，说还挺日常，又死一个，啊，又死一个老头儿，要不然节目不成立了，啊，好，死三老头儿节目成立，但这回呢，不是老两口，父子俩，哦，爷儿俩，哎，老头儿去世了，哎呦，儿子给操办这个后事，儿子哭爹，对了。我父亲在家等着呀，心想肯定得请我呀。哦，在家快快，肯定得请我呀。卖快卖快，上午没人来请，下午也没人来请，没人搭理。到了晚上，我父亲坐不住了。怎么着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有人来啊？这钱挣不着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哦，自己上门了。我父亲自己就去了。是。到那一瞧，怎么着？前两天老太两个老太太在那儿，嗯，跟小伙子在那儿交流呢。老太太吗？我估计介绍活呢，估计拉活呢吧。小伙子，嗯。咱俩是厂师班的呀，俩下线的，俩人都会了。你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有啥想跟爹说的话没有？哎呀，嗯，没啥。啊，儿子能有什么呀？小伙子，你别管了。嗯，我先送送他。哦，这你点自己。能的往外压。老太太往外坐。长亭外。我别说这一唱口音都没了。小伙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这啥是绿树丛里松饼，绿树丛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，哎，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哎，天之角，天之角，天之涯，天之涯，地之角。知足角，知足半零罗。哎，这啥？知角什么？知半零罗。这是松饼，是吧？绿树丛松饼。你有啥想跟他爹表达的没有？没有。你是不是想跟他一块走？凭什么呀？那老伴儿够岁数这么想，那小年轻儿的呢？弄往坟里埋？这问的吗？这是？什么人呢？胆量，你说啥？想叫我跟他一块走？这哪摆的胸膛？我没有啊。对呀、啊，儿子那是，那不是老伴儿。啥呀？嗯，你没有想跟他一块走？你老嫂子这咋弄啊？没这好词儿了，他不会，那小词儿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想表达啥呀？人家就不想一块走，想表达什么呀？我不想跟他一块走，我想叫他回来。哦，想让父亲回来啊？想叫他回来，我难受，心里难受啊。嗯，啊？想叫他回来？弄烦了，要不你跟他一块走吧？非得给他
给你，我不去，我去，我上那儿弄啥呀？我不去啊！干嘛非得跟人那走？走你跟我坟头似的，我现在能会了呀？你会不会唱啊？你会不会呀？嗯，不会呀！你别管他，你不会呀？俩老太太顶不了你妈逼一人呢。老太太马别跪，老太太跪呀！四根，四根。天边飘过故乡的云，归来吧，归来哟。还是女生爱听歌。别再四处漂泊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我唱的是啥？归来吧，归来吧，别再四处漂泊呀。爸爸孤魂野鬼那是吧？准确不准确？嗯。清楚不清楚？刺激不刺激？老太太还有新活。你还有啥新苗大的没有？我还是想跟他回来，还是想回来啊？再唱你不想跟他一块走？你确定不想跟他一块走？那靠近啊，能不能让我没愣唱靠近啊？哎呀，不想走吗？我想跟他回来，人家想回来，中，别管了，嗯，孩子乖，别管了，孩子乖，孩子啊，孩子乖，爸爸老天爷。点新题目了。还记得你说家是我一生的幸福，我的心中也会。回来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这个可以呀，小伙子，你可行了没有？我觉得你提着我的唱重庆人了。还记得你说当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回来吧，回到当初的美好。咋样？咋样？准确不准确？准确。刺激不刺激？刺激。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对，老太太黄了啊！我不想跟他一块走。孩子老病，我没有想让你跟他一块走。是是是，你随点点。放开了，放开了，我开线了。我开线了，这猪怎么骗的？那我还想叫他，还想叫他回来，还想回来，还想叫他回啊，还想回来，还想叫他回来。陈琳琳在这儿，中，别管了。琢磨琢磨，听这个唱吗？还想回来，死个。回来啊！回来啊！森雷的他，快回来吧！这雷才是快乐。不会唱。你用家乡话给我们翻译翻译。真是不容易。村里的话都翻译的，我没听挺明白。小伙子，听懂了没有？没听懂，我唱什么？森雷的他，返回来吧，这里才是一快乐老家。太熟了。你说的换你爸爸都来不了。小伙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当年我没听懂，你再说一遍是啥呀？孙雷的他，老家话，老家话，快回来吧，这里才是快乐老家。这么难为的老太太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你随便点，我已经开窍了。老太太嗨了。我不想叫他回来了啊！我想问他，我想问他，我问他用啥离开我？为什么离开？用啥离开我？怎么走的？中，别管了。嗯。怎么走的？用啥离开？这儿，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。就不懂得悲哀。于是淡漠了繁华，无法再开怀，放开这纷纷扰扰，自由自在。小伙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你听懂了没有？这次是他真的决定离开。这次是。
冤历哪些须知不懂的悲哀，于是胆磨了泛华无法再开怀。哎呀呀呀，放开这纷纷刀嘛，纷纷扰扰自由自在。哎呀，他是自己想离开。哦，那老头自己离开。那他用啥想离开呀、啊？用啥想离开呀、啊？为啥呀？用啥想离开？啊，就这会儿，老太太实在是没办法了，编不出来了，编不出来了。啊，这会儿就看我父亲了。你父亲在门外呢？我父亲在门外，就唱了一句，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。唱了什么呀？我父亲唱上了。因为什么离开呢？他是因为啊，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。又写了一个人鬼情未了呢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呢，跟之前窦教授有关系。我跟梦梦写了一个节目，叫《一段悲伤的相声》。写的就是类似于就这种故事。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突然间给到我一个灵感。嗯，我们在聊什么呢？我说梦梦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去世了，真的没有了，你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？在你就是葬礼上。对，在灵。灵堂上放什么音乐？梦梦说：“我想放一个，其实不想走。其实不想走。还有个兄弟，忘了是谁，他说我想放一个《何日君再来》。这个亡魂啊，这都是挺可乐的这事儿啊。然后我说，如果我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去世之后，我不会想这些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的是孙老师去世之后，一路上有你。努力不来、哎、折了，我折了，刚才我折了。我当时说的是，确实是等如果有天孙老师不在了，我想唱一个、就是、干嘛你我唱你你别唱歌了，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哦哦，就是这个歌两句词儿写到了整个这么一个作品，啊，人鬼情未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喜欢，喜欢，喜欢。当时啊，梦梦听完我说这个之后，梦梦还说特别感动，跟我没想到你跟孙老师感情这么深厚。我说希望有一天孙老师能够知道是为什么写这个作品啊，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从我死不瞑目呗。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？不、啊、是。但是恶心啊！这个有日子没演出了，刚才有日子。甭管大家喜欢不喜欢，反正我们演完了啊。喜欢。我觉得这剧场特别别扭，知道吗？看这想照顾这边观众，你照顾有这么多，来这边就一桌。下来看看。哎呀，我凭着来。弄的不赖，弄的不赖啊！观众，观众。有老乡是吧？有，刚才挺浓了吧？挺浓啊，不挺不挺，好甜，怪你们担心。担心，你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你同意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可以啊，可以的，是是。孙女的，快归来吧！用粤语河南话说出来，怎么那么可乐呢？这雷踩死也废了老板。老板，老板，有什么想聊的问题，咱可以共同探讨。我没有什么想聊的。王哥，唱歌，唱一个吧，好吧？可以。好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这破锣嗓子，来吧。二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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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哥在后面呢，应该是。干嘛？凭什么？哦、我们是不是碍事儿？对呀、啊。再说这是一队，二哥是几队？二哥几队？七队。上七队的台罚钱，你知道吗？罚吧。我是仇人。我们俩先演一会儿，好吧？太可怜了。一回生二回熟，没带着音乐呀、啊？对，什么都没带。和声。
吃多了。一回生呀，二回熟，三回我们是朋友，你是朋友，我是狗，都别放手。哎呀，变老也会变丑，你别烦恼，你别忧愁，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你最放休。好久没唱了。好，好久没唱。我们俩专场应该停了大概两年了吧？两年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北展过两天应该，你记得没通知呢？没有通知你。我本来想把今天这个作品带到北展，你说把这个作品带到北展会不会走了？你说效果会好吗？我不知道。好。你觉得可乐吗？刚才这个可乐是吧？是。我感觉中间啊，就是那个送别唱的有点多了，是吧？好听。嗯，有点多。是你没事。我自己感觉就好了啊。没有立场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你穿什么姑娘？什么时候不穿黑大褂啊？我爱你演了，我是。黑大褂解释一下，宋老师。黑大褂解释。我觉得黑色大褂首先显瘦，再一个显得很庄重，因为显得拿脸白一点。对，因为我们俩这个黑大褂有好几身黑大褂，好几身黑啊，就这个布料相同的，比较垂的，比较有质感，比较贵的啊，没用，怎么解释都没用，有好几身，是因为我觉得黑色在台上显得稳重一点啊，稳重一点啊，当然我们颜色各种各样的颜色，我大褂有都有几十身，咱俩最艳的颜色有绿的吧。啊，对，但是没怎么穿过啊，还是粉的，几十身大褂，宋老师您花过多少钱？没花，有一身黑的是我花的。孙老师特别逗，特别逗。我们俩大褂都是我花钱做啊，都是我媳妇儿花钱做。你有钱？哎，有钱。有一天我就问孙老师，我说孙老师，这个这么多身大褂也没花过钱，这怎么也能有个说法啊？啊？我的意思让他请客呀，让他说你猜孙老师说什么？谢谢。我妈呀，孙老师，那怎么着？我还你。对，特别口气，特别口气。我这个演什么都行。还有什么？上春晚吗？五环。稍等一下，跳个舞。是的，春晚上不上？上春晚吗？春晚啊，对，嗯，我真说不好。谢谢，你说不好。因为吧，去年那个作品还算可以，对吧？非常好。有一首歌还算可以，但是我们俩压力超级大。到目前为止，那个我们准备的作品，我们很不满意，我估计领导也不会满意，所以说就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还有时间啊，我们再搞一搞，因为。不满意的话，就很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是说是对，就是你着，对，说不好。五环之歌，大家唱几句好吗？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少一环，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
欢多两欢，一起唱啊。唱不上去，起高了是吗？来，起低点，大伙都唱啊！谁要不唱，我揍谁啊！啊啊啊啊啊啊这边的各位，你们是没有花钱吗？还是花的钱太少？我是外女士，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呢？这边不唱了，我们听这边的。这边什么都要唱啊，听你有没有劲儿啊？感觉这个声音特别的偏，我信你的，我太开心了，好久没演过了。下个礼拜还演呢，你们下周继续演。你们？你们是什么？你说磕着。忘了。年轻又要变老，不怎么修炼，是这个吗？是。我唱不上去。这歌没火，没火了。火了。好听。因为这歌它有点深情。嗯，我就喜欢这样的音乐，有点深情，有点温暖，讲的是所有人的事儿啊。送情郎。送情。刘心湖。小曲儿吧，越剧。青儿会说话，先把那笑脸扬啊。孙了声姑娘，细听一个端详啊。咱二人来只在这西湖岸呐、啊，呀儿呀儿哟啊，遇见了风流潇洒俏才郎，哎呀儿呀儿哟，是这个吗？是。好久不唱，忘了都唱。好听。青儿未说话，再来一遍。我现在骚不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的。去年等我20多岁的时候，唱的比这屋里带不了人都。孙老师叹一口气了，捧哏现在已经慢慢的喝松话了啊。我一看朱国松太可怜了。我从越来越过分了。宋青郎好吗？好。我唱完宋青郎，我象征性的我下去喝口水，我再上来。好。这都是有剧本的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儿啊，青郎哥的兜兜扒了扒他肚筋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要要送到了那边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要要送到了大门上。
跳出来两块大圆呐、啊，这一圆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一圆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要要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。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要要送到了二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？好。哎呀，再来继续。哎呀，二哥，二哥。确实，我刚才这个节目呢，是第一次演，上台的时候特别紧张，而且，上台前我们还在商量这个底应该怎么办，这个最后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。宋老师说这个底很准，相对前面来说还可以，但这个底稍微的差一些。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更合适的，也可以。加个微信吧。反正是。加个微信。然后上场前我们还在商量这个问题，还得修改。对，导致上台上就一直觉得比较紧张，边演边琢磨呢。毕竟很久没有演了，再一个又是一个新作品，确实是很久没有演啊、哪怕是十几年的舞台经验，不算什么。哟，不算什么啊，因为毕竟我们得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嘛，对不对？得让大家觉得满意，那下次还想来看我们。想，下周还来吗？明天新街口，下周继续演。可以啊，两场都买了，一会儿所有人弄死你。下周继续演啊。下星期啊，不演了，不演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录综艺太晚了，录综艺，不，复查，跟您各位说，还真是因为复查，知道吗？我这个，我这属于比较，严重还是怪呀？又严重又怪的，好严重的。越来越皮了，孙老师。生雷了你！我跟小菊演的时候，那会儿还疼呢。跟二哥演的时候稍微好点了。这两天呢又反复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说就很痛苦。一听说又反复了的时候，心情是特别复杂，因为我这个手术非常疼，你知道吗？非常非常疼。啊、哦，那五天，啥都没吃，疼得我吱哇乱叫那会儿。哎呀，我现在就特别疼。哎呀！什么？点心？啊，我媳妇买的点心，她爱吃。回家我媳妇伺候我，哈，就点那个香辣蟹，哎呀。下个都变了，是啊，行了，都行了，
孙老师，哎，什么？唱一个，孙老师，我听见了啊，朱喜，你可以听见，你们想唱一个，我听见了，唱一个，小朋友，我打这个，怎么还有再见？我打专场不唱，以后到现在一句没唱，一句没唱过，一句没唱。正好唱一个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都忘了。咱们一起唱一个好不好？一起 happy， 唱一个什么呢？最新的人翻过了一座山。这也没几个字，你就会捧哏是吗？有没有熟点的？谁？你过来唱唱。大实话。往事只能回味。是。一直永不回，我是时光一时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把这个当碟啊，用你教我。欢迎是大夫，我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还有什么？帝王豫剧。豫剧，豫剧，啊，老乡是吧？还会四千岁，四千岁，你莫要羞愧难当。你下去。这是河南乐调，是一枚经典唱段啊，这边很多人没有听过，那就不唱了啊。来一个儿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儿歌。阿门阿亲，你的阿叔，阿门阿门，绿光发芽，我要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阿西哈在笑他。葡萄成熟还来早得很呐，现在上来干什么？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。这不是很多人都会的吗？句子儿。那俩歌太老。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。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OK， 不看谁还站着，叫上来啊！没人了，没人了。小贝，啊！哎呀，哎，别来，来这边。哎呀，不满意再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爷，给大家唱两句，换。是我不是这队，我七队是吧？罚钱！就我这唱两句，唱两句。别抖啊！求活行是吗？加油，二哥！我也没垮呢，我。你说啥？你想说的？你还有啥想交大的？再来唱两句，求活。闭上眼，看。从这儿唱嘛。从我们。管人家开面儿啊！我快掉了，哎，没事，哎，好嘞，我加，谢谢，我加95的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这可以用，这好用啊！可以用。我们还能。
见面，嗯，适合适合我这个，适合咱俩一起唱，好吧？干嘛俩人接活了，这是。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？不笑。我要洗仓，我要洗仓。准备，来来来，贝贝，宝贝，来贝贝。嗯，小贝。长得又帅。小贝，看这边。又帅又懂事又听话，二哥，我记得二哥姐还是轮椅顶的徒弟。最早特逗，见月叔第一面，月叔问：“你是我徒弟吗？”其实是的，其实挺逗的。我记得二哥结婚那天，因为他跟二哥是亲戚，知道吗？二哥结婚，然后他就在里里外外忙活着，特别开心，然后特别懂事，一直在那个敬酒啊、夹菜啊，特别懂事。这样，给大家唱两句，好吧？嗯，好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好嘞，将来去我父亲那个上师班啊。小楼，哎，小楼，小楼，好可爱是吧？嗯。他小时候就特别可爱，特别像。哎，谁呀？啊，没有，那是我们当时前场的包袱。你说话声音怎么这样啊？说我们的岁数大了，二十几？24了。都24了。来，唱两句。嗯，我别唱了，我来 B box。好 ，B box。我嗓子是 B box 回来的。青藏高原，好不好？好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？